这里是鹿港天后宫前面的那个摊位区啦，然后我们后面这个部分，后面这个部分进天后宫前面这个路也还没有什么人哦，跟以往相比的话差很多哦。来啊，看一下，很多人在拼奖金了哈，但是那个捐爱心的机会比较多了哈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鹿港街，很奇怪哈，以前是人山人海哦，现在都没什么人。看起来真的蛮惨的哈，他这个摊位怎么会这么多都没有开？啊，这条老街哈，它的路好像有拓宽点，以前好像比较窄，现在好像有拓宽点，但是奇怪，人跟以前差很多。可见的 COVID-19 哦，这几年的疫情真的影响到很多的商店哦，小吃摊，还有所有的工厂，还有所有的工人，也就是说全民都因为这个 COVID-19 的关系哦，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哦。好，哦，这个是哦，其实它里面也是管制啦哈，它不是中空的哈，看起来很像。啊，这里就是这那个是鹿港的天后宫了哈，鹿港天后宫。啊，跟我想象的那以前那种热闹景象差太多了。啊，现在实在是人很少，尤其还是在那个还没到元宵结束的时候，人这么少。几乎真的都没什么人呢，几乎啦。哇，这一场那个 COVID-19 真的是太严重了，好几年了哈，应该快四年左右了吧，3年多4年了。没有什么人，没有什么人，没有什么人了。以前是人山人海，你要挤都挤不过去。来，这就是鹿港的天后宫。搞天后宫，真的没什么人了哈，没什么人。
后面那个另外的摊位，我们看一下。再过两天哈，再过两天就是那个元宵节，应该是鹿港要很热闹才对。结果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我发现哈。其实人们出来都还是戴着口罩了哈，也不会说户外说啊可以不用戴他就不戴，还是户内说可以不用戴就不戴啊。其实规定归规定了哈，我们自己把那个防范做好。哦，真的没什么人了哈，你看真的没什么人。真的跟以前比较起来差别很大啦，差别很大。好，节目先到这边，谢谢。